大家中午好。那那个我们社长和曹老师呢，也已经对这个居住产品做了一些主要的一个介绍。那接下来我围绕这个居住部呢，做一些比较详细的一个层面的一个给大家做一个汇报和介绍。这块的话，今天是想分四个部分，因为台湾大陆平衡外文现实部这个名字本身也比较长，然后我先可能主要把这个台湾大陆平衡会和平衡外文现实部介绍，然后再说一下我们目前的建设具体的情况，然后从学术的角度谈一下这个文献的一个学术价值。最后我再重点的话，从我们居住产品这块的一个功能一个组成的一个情况来做介绍。首先这块的话，那个台湾大陆同学会其实是原籍1995年董事长败退台湾之后，然后带过去的120万人，这边的话主要是国民党党政军的一个公职人员，还有学生和文化界的这样的一个人士，将近成立了300多个这样的平衡会的一个组织。然后这些组织的话，相继的出报纸或者是出刊这样的成立民主文献社，大概是有100多家。然后是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密集的出这种刊物和报纸。这块的话呢，基本上的话就是。最初始的目的呢，其实是维系这个同乡的一个感情，同时保存故土的这样的一个文献，同时一个抒发一些思念故土的这样的一个感情。最后的一个是宣传会务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这是出版的一个最初的一个目的。然后在出版的周期这一块的话呢，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固定，然后以季刊或者年刊为比较多一点，也有月刊或者双月刊，而且很多的这种台湾大陆平衡会的文献呢，还至今还在出版。其中，从90年代末开始，它也会面向大陆开始征求一些稿件，所以平衡会文献现在也是往这种大陆来的一些路线。然后在内容的这个层面的话，它大概分成有7个板块，就是大陆意义、资料回忆、历史掌故、家乡史、旅居、人物眷恋、英文实体和学术论文这一块，大概是围绕这些主题来进行出刊一个和信息的一个工作。这是一些重要的一些刊物的一些封面的这一种情况。其实刚才那个就是乔老师有说到，就是这个版权的问题。其实，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是得到了中国的前两个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的一个大力支持，然后和台湾的大公司局进行合作，然后由大公司局负责在台湾地区这种文献资源的一个采集和版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围绕这些资源进行两步的一个建设，第一个是数据库的一个建设，第二个是图书。那目前的话，我们是先在做数据库，未来的话会根据主题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情况呢，进行一个纸书的一个出版。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台湾大陆同乡会文献数据库的这个资源的一个基本情况。目前的话，总量我们能够了解到的话，这个台湾大陆的同乡会文献的话有100多种，然后是10000多期，然后接近6亿字。截止到16年底的话，这块我们现在已经采集到70种，然后是6000多期，然后是3.7亿字，涉及到18个省份。刚才乔老师也有说到，就是说这边省份方面的资源比较多一些，县市这块相对来少，因为这块的话，在那个资源那个源头这一块的话，那个县市这个级别的这种文献社本身就少，然后它出的资源相对也比较少，所以大部分还是集中在省这个级别的一个文献社里。这是整体资源的一个情况。我们在做这个产品建设的话呢，基本是2条线，第一个是总库和子库，然后子库这边是按照每个省份去建，因为目前的这个资源情况涉及18个省份，所以会陆续建18个子库，目前是已经建了4个。然后同时在内容这个层面的话，我们是按照期刊、主题、人物、专题这样的四个层面来构建我们的一个产品，然后这也是产品建设的一个2条线。在省份这一块的话，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标成红色的这一块的话呢，是已经建完了。在2016年9月份和2016年12月份呢，我们分别跟那个华中师范大学和福建的那个华侨大学合开了一个台湾大陆同乡会的这个数据库产品的一个发布会。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大陆一些近代史相关的一些专家学者参与到这个发布会中来，然后一块来探讨这个产品的一个情况和这个文献的一个学术价值。
然后黄色的这个部分的话，是我们2014年就是左前列建设的这样的一个自助组，有14个。基本上今年结束的话，这个自助的一个整体建设工作初步告一段落，一共是18个省份自助。第二个就是在那个专注呢，在内容的这个呈现上，我们基本上是按照4个板块来。第一个是每一种刊的话，我们会借这种刊做一个独立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展示。这边呢有每一个刊的一个期刊板块，在期刊板块会展示所有的这种期刊的一个资源。第二个，根据期刊的那个内容的主题性呢，我们又分成10个专题，来包括海峡、形势、战略思路、两岸交流等等。然后在台湾大陆平安会文献的这一块的话，其实蛮多人物的出现，包括的人物的一些回忆和人物的一些就是沟通互动这一块的事情比较多。所以呢，我们专门设立了一个人物板块。人物这边类型也特别多，所以呢，我们分成文化名人、地方乡贤、军事将帅这样的11个类型，来做呈现，就是台湾大陆平安会文献中的一个人物情况。最后是我们结合就是整个18个省份里面所有的一个台湾大陆平安会文献这样的一个自助的一个资源，把一些重要的一些专题做出来，比如说这个抗战资源，这是台湾大陆平安会文献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资源，同时还有一个方志这方面的资源，再包括近几年因为已经出现了很多这种大陆方面来的这种稿件，这个两岸的一些交流，包括这种文化层面的一个交流，也是一个文献内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板块，所以这样的一些特色的一些专题呢，我未来会建设一些比较多的这样的专题，这是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刚才有提到，就是在华师和厦门开的这两场发布会，其实有很多我们大陆的近代史学者也参与进来，也要一块研究这块文献的一个资源。我们整体理解的话，就觉得这一些资源在近代史、近现代史、地方历史和两岸关系这个研究里，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和意义。这一块的话，也是我们去做这一个自助库产品，那包括后来会进行学术层面的一些研讨，再包括纸书的出版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出发点，我希望能把这一套资源的一个学术价值能够发挥得更好。然后在最后呢，我也简单介绍一下那个自助库产品的一个功能，因为刚才乔老师您试用过，所以呢这个产品的一些功能呢也是说的比较多一点，这块我就快速的去说一下。第一个前文检索，这块的就是哪一个省份子部的一个前文检索，包括花圃整个在台湾大陆平安会这个18个子库汇成这样的一个总部的一个检索，这个都是方便快捷的。第二个就是因为这些文献来自于不同的期刊，然后这块的话在引用的时候，我们需要就是有一个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引文出处，在这块的话只要是复制之后，它会自动生成这样的一个引文的一个出处，保证我们引用这种文献的这种规范性。第三个就是说，因为这批数据呢，这批资源的话，它是一个繁体，主要但是我们在针对于内地的一个学者和用户的时候，我们是支持简繁体的这样的一个转换。第四个在版式这一块的话，原书的话是一个竖排的，这边的话我们是竖排、横排，这个在自助上是都是可以的。最后一个是我们在这个做人物的一个关联约图这块儿，人物和文章包括内容和主题这块儿一个关联约图呢做了很多工作，这样的话把这套东西台湾大陆平安会文献的一个资源串联起来，这是我们在分布产品上这块做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功能。这是大概就是台湾大陆平安会文献分布的整体的一个情况。谢谢。刚才不住哈。